随改革而生，伴时代而兴。1992年，宝能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应运而生。经过28年稳健发展，宝能集团现已成为涵盖高端制造、国际物流、综合开发、民生服务四大核心板块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拥有近15万员工，业务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座城市。宝能全面推进制造宝能、科技宝能、民生宝能三大战略，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着力经营中国南波、中聚高新、韶能股份三大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围绕大汽车、大物流、大服务，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大汽车板块通过自主研发和并购整合，以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为核心，打造覆盖整车及前瞻技术研发、汽车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汽车销售、汽车出行、汽车金融与后市场服务等汽车制造全产业链生态圈。宝能汽车板块现已运营多个品牌，整车品牌观致汽车、动力电池品牌巨创新能源、动力总成品牌真宇新能源、共享出行品牌联动云等。大物流板块以买卖做到全球、物流通往全球为目标，连通大农业、大食品产业，在全国优质产区自建食品基地，通过线上加线下的互联网配送体系，实现了百姓生鲜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日常采购和配送。综合开发板块以中国领先的城市综合运营商为定位，聚焦产城融合、地标综合体、精品文旅、高端居住，打造城市标杆，提升城市品格，构筑美好人居典范。深圳宝能科技园总建筑面积168万平米，通过平台化运营，引入高端创业创新人才，导入前沿科技项目，吸引500余家企业入驻，孵化数十家上市企业，园区年产值超300亿元。民生服务板块围绕医疗养老、综合金融、健康食品、新零售、文化旅游、出行服务等领域全方位布局，打造涵盖百姓衣食住行游的全产业链服务生态圈。医疗养老板块致力打造全生命周期医疗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已有11家综合医院、9家康养社区开业及在建，规划床位20000余张。多年来，宝能始终践行发展产业、回报社会的企业使命，持续在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环境保护、产业扶贫等方面投入数十亿元。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宝能集团第一时间成立抗疫指挥小组，开展防疫物资的全球采买、物资运输、统筹调配、捐资捐款等工作。宝能及旗下企业已累计捐赠价值数亿元的疫情防控物资及设备。与此同时，宝能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旗下南波集团仅用7天时间迅速自建口罩和消毒液生产基地，为深圳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未来还将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疾控医疗物资的日常需求和战略储备需要。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宝能人将勇立潮头，砥砺奋进，行稳致远。发展产业，回报社会，宝能集团。